满清罕见老照片，第四张小脚妇女贵气十足，最后一张实属罕见晚清时期长江边下乡巡视的一名官员和他的侍从，晚清时期旧上海坐独轮车的男子，表情十分的悠闲自在，跟后面的车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晚清时期福州穿蓑衣的百姓，这造型十分的炫酷，时尚感十足。晚清时期的一名小脚妇女，手持折扇，服饰和装扮都十分的精致，周身贵气十足。晚清时期的一个县官出巡，场面十分的浩大，随从对着镜头还有微微的好奇，难得一见。晚清时期的南京大报恩寺的塔刹残件，实属罕见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